好，他缓缓地要走向我们的星光隧道。哇！看看这位今天哈，到底那个高跟鞋是要穿多高呢？请他说说话吧。梦想有多大，就能飞得有多高。 啊，他一心想要高了，因为平时他碰不到高的，我们马上欢迎他出现，欢迎我们的另外一位入围女人。我们也要恭喜红玲，哇，漂亮漂亮漂亮！非常漂亮，我们也要欢迎红玲来到中间。啊，这时候呢，在看直播的张俊玉应该是非常开心的。哎，先说一下，我真的很想要长高。哦，看一下，哎，真的很高哎。 很高哎，OK。超高的。不过，我觉得今年你的心情会比较放松一些，因为去年你已经得到第一座了嘛。是，可是我还是觉得很紧张。是。就每年的心情都是一样的。对，我跟你讲哈，因为红星大奖是很难预测的，你知道吗？它就是有意外的发生。对。所以我跟你讲，今年的心情是会不会因为去年拿了一座，今年反而觉得说，哇，我不可以，我一定要再拿一座，继续拿。 我希望还会再拿啦，但是不是我说的算啊，我就希望观众可以投给我。对，你放心，因为除了观众之外哦，我去年在后台看到一个人一直拼命的在为你投票，就是他 Nick， 请继续。可是我要问一下红玲，你觉得今年观众要让你进十大的一个原因是什么？你看有这么多女艺人，大家投票的，我觉得。 只要喜欢我的人，喜欢我戏的人就可以投我一票。是，我帮你说，袁玲，我觉得红玲过去一年呢，也是交出了非常漂亮的成绩单，很努力，非常努力，是，不管是努力拍戏，努力呢搞生意，或是努力谈恋爱，她都非常的努力。真的哎，好了，我们要恭喜红玲，也希望再次能够看到你在台上拿奖。谢谢你们，也希望你们得奖哦。谢谢。